吴文秀37岁，时成为日本证券界首位女性总裁，也是首位外籍总裁。图片来源中央社。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吴文秀，毕业后投入完全陌生的金融业，却在37岁就成为日本证券界首位女性总裁，也是首位外籍总裁，带领公司开疆辟土。她说，成功没有捷径， LDQUO 沟通 RDQUO 很重要。身为日本日亚集团共同创办人的吴文秀，身兼集团旗下国际行业董事长及执行长职务，近期带领国际行业与台湾中兴工程顾问社合资成立兴创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准备抢攻台湾绿能商机。接受专访时，吴文秀身着一袭白色套装，留住一头浪漫优雅的大卷发，对答语气温柔和缓，完全没有想象中带领日亚集团收购多家证券公司的 LDQUO 杀气而口。谈到如何以中文系背景踏入金融界，吴文秀笑说，当初选读中文系完全是因为兴趣， LDQUO 当然也是因为分数到了 Artco， 但因为父母都从商，从小耳濡目染下跨入商业界， LDQUO 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RDQUO。 因此吴文秀毕业后就进入贸易公司，从 LDQUO 最基本的常识甚至是打字 RDQUO 开始学习，踏入金融界则完全是因缘际会。吴文秀说，他初出社会时台湾 LDQUO 还没拉模国际化 RDQUO， 因此他先到日本进修，想回到小时候因父亲工作关系曾常住的香港找工作，没想到在香港的日本贸易公司 LDQUO 完全不给女性机会 RDQUO， 经人介绍才进入野村证券工作。1996年，吴文秀跟着当时的上司山下哲生离开野村证券出来创业，并在2000年以日亚控股有限公司名义收购拥有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权的日本证券公司，37岁就成为日本证券界首